值年底各类节日接踵而至，各大品牌商忙于年终大促，一向敏锐活跃的线上互联网平台怎能缺席双十一、双十二、双旦期间？某知名互联网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就先后在全国近百个商场进行了线下推广活动，每一个活动背后都离不开商业美陈、数码喷绘等供应商，而这些供应商均来自阳光印网庞大的供应链体系。对于该平台来说，其商促活动在全国同步推进，涉及物料种类繁多，包括玻璃贴、地贴、吊旗、 KT 板、海报、吊幔、横架、门型展架、水牌、门头、灯箱等数十个品类，而且每一种物料的尺寸和内容都需要经过专业的测量及设计。如果不同产品对接不同供应商，随后一对多或者多对多去协调执行，那将是一项非常庞杂的工作预算，过期质量也不好控制。而客户之所以选择阳光印网为其提供所需物料的采购服务，正是因为阳光印网可以一站式解决这些采购难题。首先，系统定价阳光透明，企业客户可以根据框架协议定价，全国不同地区的采购都可以按统一的价格下单。其次，在平台评分评级制度的管控下，阳光印网的供应商配合度、生产与安装效率极高。例如上述项目执行期间，商场要求所有的施工在晚上十点以后才能进行，前一天晚上接到订单，第二天凌晨即可完成制作安装。再次，阳光印网平台的供应商布局全国同一个节日的活动搭建，可以在多个城市同步推进，一位采购人员和阳光印网对接即可轻松完成全国的活动物料采购工作。最后，采购服务涉及商务印刷、数码工装、包装、礼品、服装等六大品类，可实现一站式全品类的物料采购，正是基于为客户端提供了省钱、省心、省力的服务。阳光印网在客户群中获得了极高的满意度，而随着大量订单汇聚，平台对接的另一端 1.5 万供应商也大为受益。阳光印网在全国供应交付布局的优势，使得需要进行全国推广的企业愿意将更多的订单放心地交给阳光印网，而这些订单最终会经过系统的智能拆解组合分配给供应链体系中优质的供应厂商。另外，更多的供应商也获得了承接集团企业大订单的机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有了阳光印网充当免费业务员的角色之后，生产商们可以节约出更多的人力成本、客户开发成本，以更低的企业运营成本获得大量订单，提高利润率。从客户需求的变化来看，企业在采购中的个性化、定制化要求越来越高，优秀的创意和设计能力也成为其采购要求中必须的附属项。阳光印网设有专业的创意设计团队，可以高效地完成物料设计，供应商只需精于技术、专于产品，阳光印网便会持续给供应商输送订单和提供各种服务支持。另外，与阳光印网的系统对接也可以为传统制造工厂提升信息化水平和接单能力，这也是成为阳光印网合作伙伴的隐性福利之一。在阳光印网眼中，